看他打了十几年球还是这么的奇妙。哦，这是一个 N1，跟没有人能够阻挡他。过了第一线的陈佑伟之后，第二线的补防也来不及了。啊，这个艾塞亚空中卸力，想要吊给丹尼尔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其实艾塞亚这个几个 play 哦，在侧边先背筐，靠近篮筐之后再接转身后仰跳投，来一对一的对位。马克思45度角，艾塞亚带球自己推快攻 ，coast to coast， 在弧顶做侧应，这个地板送球非常到位，换手运球，45度角没有空间，交给后面埋伏成板。哦，这一球艾塞亚跳得够高，防守篮板保护下来，转换快攻，交给威西，篮底下有错位的机会，但是被抄了。Brisco， 哦呦，62-57。艾塞亚外线出手，裁判哨音响了，两个人身材是相当的，篮下假晃，裁判再响哨，这是一个净算加法，厉害的、哦、对，哇，漂亮的骗起了防守者、哦、然后再靠在对方身上的出手，将他的罚球是热身赛仅供参考。哇、哎、三分球来了，说打脸打脸就来了，都蛮有平静的。虽然说热身赛仅供参考，不过对于这些跑江湖的洋将来说，其实乔迪上来掩护，艾塞亚打得跟泥鳅似的，这一次的急停跳投威力非常强。好，暂停回来之后，洪凯杰要上罚球线，那这是勇士的机会。今天勇士的三分球命中率并不理想，来看丹尼尔，球再交回给艾塞亚，弧顶马克思没有人对上来，三分球。在外围是没有空间的，艾塞亚弧顶外线出手球进，再把领先给要回来。支队要发底线是4秒，蔡文成这一球发的并不到位，老爹没有捞到球，好球，转换进攻，陈范博彦飞身上来。哦，所以其实啊，比赛还有6分多钟要看。刘彦廷好球，空手切底线，反手打板进。好，双方又回到一分差距，90-91，外线出手，艾塞亚。哦，这一球是犯规了。面对吴永胜的防守，艾塞亚一样是眼中只有篮筐。这8秒钟，艾塞亚一样外围盘球，把球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拿到球之后交给艾塞亚，从三分线外晃出了扣打，最后出手短了，整场篮板球，但是这2分放进，对于比赛是。